这一块肥肉就管饱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它不是肥肉，它是鱿鱼的鱿鱼饵。真心好吃，这个我就酱油哦，直接酱油放点料酒，完了。你们就不相信吗？啊，真好吃！它这本身就是鲜味特别重，纯原浆野生大鱿鱼啊，不泡水，不加任何添加剂啊。虽然说样子比较丑，回家直接去掉皮就行了，特别好吃。